我居然天真的以为可以拿它平替 MSB 大特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今天和各位一起看的是由一番赏 2022年12月9号发售的《宿命对决4超级赛亚人特兰克斯》，手办高度在23厘米左右。先来看面雕，真的没什么好说的，不光脸做的丑，头发做的也不像，这里就一笔带过了，各位自己简单看看吧。 在涂装方面，就是简单涂了涂阴影，草草了事。衣服上是塑料的原色，阴影涂的比较成块状，不是很自然。模具上的褶皱线条处理的不错，也都是常规操作。皮肤的肌理感是有刻画的，不过还是阴影比较生硬。剑的网带塑料感比较强，不过卡扣处和腰带处都有金属色的覆盖。剑柄的皮革感是可以看出来的，金属色表现的也不错，只是这个蓝色的地方真的有点太跳戏了。裤子部分既没有涂装，也没有什么纹理感，就是一块黑色的塑料。 鞋子的模具做的不错，边缘上还有一些黄色的阴影涂装。手型上骨骼和关节处的纹理细节都有表现。总的来说，这款大特真的非常不推荐。虽然是经典的大特造型，但是做工一般，主要拉胯就在脸上。当初官图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可以平替 MSP 的大特，真的太天真了。最后，感谢你的时间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